这一球打成了一个三垒方向，三垒首先往前，哎呀，漏掉了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球没有拿好，就看二垒方向。假金龙棒啊，一心不能二用。这就是太急，然后动作没有做得很扎实，一个简单的球没有处理好。看看啊，这个球是一个简单的球，一个弹跳，两个弹跳接到球，球没有接扎实，但是他的视线已经往二垒方向移动，这个球没拿好。因为垒上的跑者没有先起跑，所以他准备要传二垒封杀。